目前为各位展示的是用木头做的 A 型架子。那我们可以在木头架子上钉上3寸的水管挂钩。这水管挂钩很方便。当你把木头钉好以后，就逐一把这个挂钩锁在这个你的木头架子上就好了。大概就是一个紧挨着一个这样锁下来就 OK 了。这个是 A 字形的这个木头架子的一个做法，当然你两边也都可以垫挂钩啊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，12根都可以一起上。